这个三叉棍设计。这是先拆用管线。管着后边的。装后部板子。把它拧下来。就用管用活活掐住这个，掐住这个，用管线把这个拧上之后，拧上之后把这个桶下边个坏桶拆下来，如果换这个堵的话，如果修它的话，就把它打开。这东西，找个细的东西把它掏出来。把这小子掏出来。它是一个小顶，出来之后，先把这个坏头给拿出来了。上面一个，这手捏可以了，手捏开，让这个捏开。这个用个13板子把捏，这我刚才送过的，这种用豁口，用豁住豁口卡住。我看到用螺丝刀卡住了，那把线松开之后把它捏了，捏完之后，这段有个小顶，把小顶拖下来。这段有小顶，拖出来之后，这上面搁的坏头弹簧。这里面有个欧文圈和密封垫，可以坏的话可以更换。这是上面的欧文圈，把这头倒过来，这种如果坏了可以更换。其他的没堵的话就不需要再拆了。这几个常见的欧文圈。